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回到世琴说频道。今天想和朋友们说说《甄嬛传》中提到的李白的一首诗。从古到今，人们都想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还有和美的夫妻感情。可惜的是，有些人用了一辈子，也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关键，结果命运多舛。也有幸运的人，因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从而收获了幸福美好的人生。二者差别之大，实在是判若云泥。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个话题，看一看关于人际关系的这个问题，究竟是复杂到了极点，还是简单到了极致。其中的关键之处到底都有哪些？还有就是如何才能掌握正确的与人相处的方法，进而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您看完这个视频的话，您也一定会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世琴说频道，那么我先向您介绍一下，世琴说是一个介绍和分享关于诗歌历史还有文化艺术相关内容的频道。如果您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顺便点一个赞，一起来灌溉这片小小的园地，帮助这个小众频道的发展。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要向大家分享的视频内容了。感谢支持。关于这个主题的视频，因为内容比较多，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共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因为这期视频的文案字数比较多，已经超过了字幕的字数限制，所以分开来讲。如果有不方便安排大段时间来收听的朋友，可以调成二倍速来看。好，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近些年来，热播的《甄嬛传》等宫廷电视剧中，时常会有这样一句话，对上面说到的关于人际关系和情感方面的问题，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甄嬛传》中的这句话就是：“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这句极富哲理的话，不仅道出了封建社会中弱女子一入宫门深似海的充满未知的或荣或辱的命运，也成为了他们在后宫之中保身求生的人生指引。值得庆幸的是，电视剧中的封建王朝早已成为了过眼云烟，人们不用再受从前严酷礼法的种种束缚，社会之中的人际关系主体仍然是尊重与关爱，并不像宫斗剧中的嫔妃和宫女彼此明争暗斗，互相摧残，最终造成人们陷入互害共输的模式，无法自拔，而且深受其害。希望人们都能够辨别其中的是非，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而不是受到剧中种种不好的手段和行为方式影响，以此去对待身边的人们，避免他们的行径，以免伤人和自伤。能够做到以爱和真正的智慧以及最大的善意和真诚等人类美好的特质彼此包容，一同闪耀出人性的光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了解了牢笼人类千百年的封建制度对于女性的压制与迫害，使得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更加珍惜现在文明社会中这来之不易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自由的关系，让世界变得更加尊重女性，呵护女性。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出自李白的《妾薄命》诗，
这首《妾薄命》是李白全集《乐府诗》第二卷中的一首。李白借这首诗将汉武帝与他的皇后，也就是他的表妹陈阿娇的故事，以诗歌的形式向读者娓娓道来，以此劝谏唐玄宗不要因为专宠美貌而强势的武惠妃而废黜结发妻子王皇后，以免造成内外失序，政局动荡。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当唐玄宗八岁时，还在当临淄王的时候，便聘娶了王氏。后来王氏协助丈夫，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王氏也被封为太子妃。玄宗继位后，立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美貌贤惠，可遗憾的是始终无子。这时年轻妩媚的武惠妃得宠，玄宗为此冷落了王皇后。王皇后对武惠妃恃宠而骄感到不满，所以武惠妃便想让宫中的仆婢在玄宗面前诋毁她。但是让武惠妃想不到的是，宫中所有人都不去帮武惠妃说王皇后的坏话。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啊，这个王皇后对于身边所有的人素来都非常的好，对众人都有恩德，所以武惠妃的计划落空了。王皇后因为失去了玄宗对自己的爱情非常担忧，玄宗也是在废后和不废后之间犹疑不定。后来王皇后因浮宴事件而被废后成为庶人，不久便离世了。后宫的人们对她十分的同情和思慕，唐玄宗对此也是非常的后悔。由此可见，人们深陷感情的漩涡之中是很难明白其中真谛的。姿色和美貌乃至亲密的爱情都难以永久保有夫妻间的美好情感。李白诗中的这句话是出自一个关于汉武帝的宠姬李夫人的故事。李夫人是汉朝乐府官员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妹妹。李延年曾开五言诗的先河，作佳人曲。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以此称赞妹妹的美貌。汉武帝听毕叹息说道，你唱的虽然很好，但是这世上果真有如此倾国倾城的美貌之人吗？这时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对汉武帝说道，李延年的妹妹的确是姿色绝美，擅长舞蹈。汉武帝闻言召见李氏，见她真的是美丽无比，心里很喜欢她，于是将她纳入宫中。从此李氏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并为汉武帝生下一子。李延年每次演唱新作，听众都无不感动，李氏也由此深得汉武帝宠幸，被封为李夫人，后来被追封为孝武皇后。李夫人出身于普通平民家庭，她曾是舞姬，她和她的父母兄弟都非常精通音乐和舞蹈，都是以舞蹈和歌唱为职业。后来李夫人病重，汉武帝亲自前去探望她。李夫人蒙着被子辞谢说道，妾身长期卧病，容颜憔悴，不可以见陛下，
希望能把儿子和兄弟托付给陛下。汉武帝说，夫人病重，大概不能痊愈，你我再见一面岂不更好？李夫人答道，妇人容貌如果未曾修饰，不可以见君父，因此妾身不敢以轻慢懈怠的态度见陛下。汉武帝说，夫人如果能见我一面，我将加赠千金赏赐，还会授予你的兄弟显贵的官位。李夫人说，授不授予官位都在于陛下，而不在于见妾身一面，陛下还是回去吧。汉武帝还是坚持一定要见他，李夫人便转过脸去叹息流泪，不再说话。于是汉武帝不高兴地起身离开了。汉武帝走后，李夫人身边的姐妹责怪她说，夫人，您为什么不见一见陛下，以有利于兄弟呢？您难道是在怨恨陛下吗？李夫人正是在这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她说道，夫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意思就是说，我之所以不愿见陛下，正是为了能托付兄弟的事。我是因为容貌美好，才得以从微贱地位成为夫人，获得陛下宠爱。历来都是以美色侍奉人的人，姿色衰退，则爱意也随之减退。爱意消退尽了，那么恩义也就断绝了。陛下之所以还能念念不忘过来看看我，正是因为我平生美好的容貌，现在如见到我容貌毁坏，颜色不在，一定会厌恶抛弃我，还怎么会记得怜悯录用我的兄弟呢？以上这些就是李白这句诗的来历。可见无论是李夫人还是李白，对于情感和人性都有着很深刻的洞见，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其中的一点，那就是人性之中还有更加宝贵的一面。后面我会为朋友们详细解说。朋友们好，欢迎回到诗琴说频道。上回我们说到李白对于人生的洞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李白这首诗究竟是怎么说的，这首诗当中包含着哪些动人的故事，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哪些经验，以及可以避免重复前人的哪些教训。如果您看完这个视频的话，您也一定会知道其中的奥妙所在。接上一期视频的内容，下面就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读李白的这首诗吧。汉帝宠阿娇，著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度身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居。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下面，侍琴为朋友们解读一下
这首诗的意思。这首诗的意思是，当年汉武帝刘彻对皇后陈阿娇万般宠幸的时节，恨不得建造一座黄金打造的房屋，让阿娇居住在里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是他轻咳一声，都会像宝贵的珠玉一般停在汉武帝的耳中，而引起他的关切。为了满足阿娇，他愿意去为他做一切事情。但是事物总是逃不出物极必反的规律，长久的岁月消磨了二人的激情，宠爱到了极点便开始消退。阿娇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宠爱，而对其他嫔妃心生妒意。她本来是想要得到，最终却无可奈何的失去。阿娇被贬居长门宫中，凄清惨恻。她多想自己的丈夫刘彻能够来看她，接她出去。但即使刘彻到了离长门宫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他也不想停下来，头也不回的就这么无情的走了，全然不顾当年的恩爱与情感。他的爱意消失得如此之决绝，就像是雨落在地面，再也无法返回天上，又像倾倒于地的水，永远无法收聚。他的爱情和他的爱意就像东和西的距离那样遥远，从前娇艳欲滴，有如出水芙蓉那样明艳动人，而今年老色衰，仿佛无根的野草般被人厌弃。如此刻骨铭心的转变，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以姿色去取悦他人，终究是难以久长。下面我们说一说陈皇后阿娇的故事。陈皇后出身侯门，她的母亲是汉景帝的姐姐馆陶长公主刘飘，她的父亲陈武是汉初开国大将唐义侯陈婴的孙子。陈皇后的本名已无从可考，现在只知道陈阿娇这个名字是出自魏晋时期的一部志怪小说《汉武故事》。上面记载，汉景帝做太子时，王皇后被母亲送入太子宫，得到了宠幸，后来有了身孕。王皇后有一天梦到太阳进入了她的怀中，景帝又梦到汉高祖刘邦对他说，王夫人生的这个孩子可以起名叫刘志。志这个字在古代是野猪的意思。景帝醒来后想到，志是一个男孩名字，妻子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一直想要一个儿子，难道怀中这个是个男孩？后来孩子生下来果然是个男的，景帝感到很神奇，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刘志，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汉景帝的薄皇后因为无子而被废后，因此景帝立庶出的长子刘荣为太子。刘荣的母亲骊姬是一个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汉景帝后宫之中不断有很多美人得到了景帝的宠幸，这些美人靠着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帮助得到了显贵的地位，并且这些美人受宠幸的程度都超过了太子的母亲骊姬。骊姬心中不平，怨恨长公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长公主十分的反感，
后来长公主见到刘荣被立为太子，便想要将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太子，但是丽姬却因为与长公主的关系历来不睦，所以就一口回绝了她。被拒绝的长公主因为丽姬这种态度而感到非常的生气，于是常常在景帝面前忏悔丽姬，还给她编造了一套说辞。她对景帝说，丽姬与各位夫人和宠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经常让侍从在他们的背后咒骂他，还让人施用妖术害人。景帝听闻之后对丽姬非常厌恶。另外丽姬也曾经因为出口伤人骂景帝是一条老狗，而且还不顾景帝拜托他以后帮助他照顾好其他妻妾所生的皇子，而令景帝十分的气愤。长公主为了给女儿谋取将来的富贵地位，又将目光投向了景帝最疼爱的儿子，王夫人所生的胶东王刘志。有一天，王夫人带着孩子来到长公主家中，长公主把孩子抱在膝上，逗着他，问他说，孩儿啊，你想不想要一个媳妇？孩子说，想要媳妇。长公主指着左右的众侍女，问他想娶哪一个？胶东王看了之后直摇头，说哪个都不要。最后长公主指着她的女儿问道，让阿娇做你的媳妇好不好？胶东王这时才露出笑容，回答说，好，如果我能得到阿娇做媳妇，我要为她建造一座黄金的屋子，让她住在里面。长公主听罢十分高兴，因此苦苦向景帝请求，终于让他们结婚了。丽姬那边，长公主仍然是经常在景帝面前诋毁她。王夫人这边，长公主因为阿娇的关系，时常在景帝身旁称誉胶东王。渐渐的，景帝有了改立太子之意，后来终究是废除了太子，立王夫人为皇后。这一年胶东王七岁，成为了新的太子。景帝觉得刘志这个名字作为太子的名字不太妥当，说道，志就是彻的意思，他给太子改名为刘彻。刘彻也迎娶了长公主的女儿陈氏为太子妃。到了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陈氏以太子妃身份立为皇后。因为在立武帝为太子这件事上，陈皇后的母亲有着很大的功劳，因此陈皇后在后宫之中变得越来越骄横无礼。长公主此时已被武帝尊为窦太主，一时尊贵无比，风头无两。他自以为有功于武帝，从而不断向武帝索取财物，武帝心生厌恶，而陈皇后又生性骄横嫉妒，虽然多年独享宠爱，却没有为武帝生下孩子。武帝对陈皇后的宠爱也日渐消退。建元二年，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献歌女卫子夫入宫。陈皇后听说卫子夫得到天子临幸之后，非常的气愤，数次寻死觅活。武帝也越加对陈皇后不满。建元三年，卫子夫因被武帝宠幸而怀有身孕，而此时陈皇后却因为没有生孩子而嫉妒卫子夫，
随着卫子夫的尊宠一天强过一天，并为汉武帝生下了三个公主。而陈皇后十余年里却一直未能生育，其外祖母也就是著名的窦太后在建元六年去世。后来陈皇后因受人蛊惑施媚道巫术，汉武帝让她交回皇后喜寿，废除了她的皇后之位，她从此退居长门宫中。这就是李白《妾薄命》诗中的故事。那么后来陈阿娇与汉武帝的情感故事究竟如何发展了呢？陈阿娇和汉武帝到底有没有可能重归于好呢？这里又有一个关于陈阿娇千金买妇的故事，也就是陈皇后花了1000斤的黄金向著名的文士司马相如买长门赋的故事。这篇赋因内容极其瑰丽传神，所以流传了千年，广为传颂。我们说到阿娇千金买赋的传说，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司马相如这篇传唱千年的长门赋究竟是怎样瑰丽夺目，是怎样感动汉武帝的。一起来看看阿娇在爱情之中到底是如何努力挽回武帝之心的。如果您看完这个视频的话，相信您也一定会了解其中的精髓。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世琴说频道，那么我先向您介绍一下，世琴说是一个介绍和分享关于诗歌、历史还有文化艺术相关内容的频道。如果您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按下小铃铛，顺便点一个赞，一起来灌溉这片小小的园地，帮助这个小众频道的发展。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接下来要向大家分享的视频内容了。感谢您的支持。现在就让我们读一读这篇价值黄金100斤的文章《长门赋》，让我们一窥其中的全貌。《长门赋》：孝武皇帝陈皇后，识德性，波度，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公为文，奉黄金100斤，为相如闻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物主上。陈皇后复得亲信，其词曰：夫何以佳人兮，不逍遥以自娱，魂欲逸而不返兮，行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歉疑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依于志之漫于兮，怀真确之欢心。愿次问而自尽兮，得上君之玉音。奉虚言而忘诚兮，岂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射兮，君曾不肯乎杏林。阔独浅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惶惶而外隐。浮云欲而四色兮，天遥遥而昼阴。雷阴阴而响起兮，
声向君之居音。飘风回而起归兮，举帷幄之潺潺。桂树交而相分兮，芳瓠裂之盈盈。孔雀集而相存兮，轩辕啸而长吟。翡翠斜翼而来翠兮，鸾凤翔而北南。客木兰以为摧兮，是文性以为凉。罗丰荣之游树兮，离楼吴而相称。师归木之薄庐兮，微参差以康梁。时仿佛以物类兮，向积石之锵锵。五色炫以相耀兮，烂耀耀而成光。至错时之灵璧兮，向玳瑁之文章。张罗绮之蔓维兮，垂楚祖之连纲。抚柱眉以从容兮，揽屈台之泱泱。白鹤叫以哀嚎兮，孤雌至于枯杨。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袁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暗流筝以却转兮，声又妙而富扬。惯例揽其中操兮，亦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兮意而增兮兮，徙履起而彷徨。余长寐以自忆兮，抒昔日之千殃。无面目之可显兮，虽颓丝而旧疮。团分若以为枕兮，袭泉栏而产香。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于兮，岂是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卯出于东方。望中庭之皑皑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但言简而待暑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妾自悲兮，旧年岁而不敢。侍琴尝试着按照这篇《长门赋》的序言
和赋中的内容以意译的方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赋中是这样说的：这是怎样的一位佳人，步态轻盈娴雅，他正在深深地思念着一个人，仿佛灵魂出离了身体而不再返回。他的形容因忧思而显得憔悴，离群所居。他心中想着，他早上对我说，我现在出去，黄昏便会回来。可是他却在欢乐的宴饮之间流连，早已把我忘记。他已经移情别恋，他已经与别的女子相亲相爱，从此不再思念故人。唉，我是多么的愚蠢迟钝，痴情的一心只想着得到他的欢心，多么希望他能回来问问我其中的缘由，我好有机会向他阐明心意，我多么希望能够再听到他那清朗如玉的声音。他将要路过长门宫，他说会来城南看看我。我明知道这只是他敷衍我的一句话，然而我仍当作他真的会来，打扮好精致的妆容，预备迎接的礼仪，陈设欢宴的各样器具。然而他终究是不肯来此相会，我独自在空阔的离宫之中，一心一意地想着他。他多像那天空中的云彩，在大风之中匆匆飘过。我登上高高的精美而芬芳的台榭，遥望他的踪影，心神不定地望着空旷的道路而失落心伤。这时天上的浮云郁结聚集，天空幽暗阴沉，忽然响起了阵阵雷声。这声音听在我耳中，就像是他的马车来临之时的声音。飘摇的风来回地吹过，飘扬起闺中的帷帐和帘幕。庭院中的桂树枝叶相交，纷纷坠落，香气浓郁，令人心中愉悦。孔雀飞来，汇集在我身边陪伴。黑色的喉缘长啸又长吟，像是在为我悲鸣。翡翠一般的鸟儿收敛翅膀，聚集在一起，互相依偎，成双成对的鸾凤从北到南比翼飞翔。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心中充满了叹息而难以抒发，愁思越发堆积，令人伤痛。从高高的兰台走下来，我在台榭四周漫无目的地游走，空负这良辰美景。没有他在身边陪伴，只能是继续在这深深的宫院之中徘徊。这高耸的正殿如此之巨大，仿佛是出自天宫，如此的巍峨高大，好像直达苍穹。这位佳人在长廊之中无数次的流连瞻望，用娇弱的身躯用力推挤打开这沉重的殿门，其上的金饰被撼动，声音好像铜钟，可是哪里都不见他的身影。
用精雕细刻的木兰作为宫船，以装饰华美的文姓作为殿梁。聚拢描绘精美的繁复扶柱，使梁间的斜柱交错罗列，左右支撑。是用名贵龟奇的木材作为殿翅的斗拱，使这些珍贵材料制作的梁木参差层叠，极为美观。我时常不知道该如何比喻这座宫室，就像是积石山那样高峻，色彩斑斓，绚丽多姿，明光照耀，缤纷旖旎。殿中的一砖一瓦都镶嵌着宝贵的绿松石，多么像那大海中珍贵的玳瑁上面的繁复花纹，始终张开着飘动着的裸起制成的帷幔，两旁产于楚地的精美的祖兽垂坠于地。这位佳人从容的轻抚着长门宫中的梁柱和窗楣，在曲台上极目游览四周广阔的景致。只见一只白鹤飞舞于空中，哀声鸣叫。这是一只雌鹤，它正致力于一棵枯干的杨树枝上。又到了一天的黄昏时分，又是期待了一整天的重聚的希望的破灭。惆怅的在空旷的堂前拖着腮边沉思，举起光亮如同明月般的铜镜，凝视着镜中凄美的容颜。时光无情，纵然是如花般的容颜也会转瞬即逝。家人独自守着洞房，消磨着漫漫长夜，百无聊赖之中将宝琴横于膝上，弹奏一曲新曲。但愿他能早日归来，让这愁思早日消失。弹奏着令人思念的征调，幻想着与他重归于好的情景。这琴声从清晰缓慢的忧伤节奏忽然变得欢快灵动了起来，如若将这些曲调都连接在一起聆听，就会映射出我内心的景象。这琴音恰好抒发出我的深情厚意，是如此的慷慨，如此的激越。身边的人们听闻琴声而感动垂泪，涕泪纵横于众人脸庞之上。家人叹息愁闷，越发的抽泣，仓皇的系着鞋子，神情彷徨，一件一件的想起往日的罪过，不由得羞愧的举起长长的衣袖，以掩面自闭，没有面目见人，于是颓然而卧，深思难眠。中夜起来，团拢芬芳的鲜花为枕，铺好全草、兰叶、蝉草为席，在阵阵芳香之中终于入睡。在恍惚梦境之中，似乎看到了郎君回到了自己的身旁。忽然惊醒后，却发现一无所见，一下子又变得失魂落魄了起来。这时外面的公鸡鸣叫，再也无法进入梦中与他相会，是多么的让人愁闷呢。起身在黎明的月光之下观察天上排列的众星，人生于世是何其的渺小空虚啊。毕某二星已经从东方出现了，
天光即将明亮，看着庭院之中雾气霭霭，就像是秋天的寒霜下降，长夜漫漫，让人感觉度日如年，心怀中的忧郁之情已经达到了极点。伫立良久，已然摇晃难支，却仍然在等待着曙光所带来的新的希望。黑暗正在褪去，晨光已经出现，妾身暗地悲泣，纵然是年年岁岁，岁岁年年，也不能忘记与他在一起缱绻情深的美好时光。正如序中所说的，汉武帝的陈皇后虽然很受丈夫宠爱，但是她颇好嫉妒，因此被安置于离宫长门宫之中，每日忧愁悲伤，思念丈夫。她听闻蜀郡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全天下最擅长写作诗文的人，于是她派人奉送100斤黄金给司马相如，并且为他和卓文君取出美酒，为他做一篇赋，以倾诉心中的忧闷，讲述自己身居长门宫中对武帝的思念，想要消除夫妻之间的误会，以求武帝回心转意。司马相如这篇长门赋以华丽的辞采描述阿娇对武帝的思念之情，深深地感动了武帝，最终陈皇后与汉武帝重归于好。以上这些就是长门赋的内容。上面的这几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处事方式，以上这些故事中人分别都有着怎样的观点和行事风格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一看究竟。首先是李白，因为他一生惯看宦海沉浮，屡受权贵排挤而一生不得志，所以他对陈阿娇的遭遇有着深深的同情，因此发出了以色侍人者能得几时好的感叹。其实姿色本身也是利益的一种，封建社会中的后宫嫔妃依靠美色以博取君王的宠幸，以求为自身和家族谋求名利和权力，而君王凭借着手中的权力来求得美貌女子为自己繁衍后代。李白在这首诗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于利益的关系，的确有其一定的道理。李夫人没有答应汉武帝求见最后一面的请求，是基于她的美貌已经消失，担心丧失其在汉武帝心中完美的印象，想要在她死后仍然能够使家族得到汉武帝对其家族的照顾的考虑。这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这句话是出于利益的角度，而不是基于情感的角度，可以说是既无奈又无情地拒绝了汉武帝的最后请求。虽然后来汉武帝对李夫人的兄弟进行了封赏，但他最后的转面不顾仍然是汉武帝心中难以打开的一个心结。陈皇后陈阿娇，他虽然想要独得宠爱，因媚道之事被汉武帝迁居长门宫，但是他对丈夫汉武帝的爱却是刻骨铭心的，只不过是他因爱生妒使用了错误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汉武帝的感情才是最为真挚强烈，最为深厚，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从长门赋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有人说长门赋没有历史依据，而推断其为后人托名伪作，但这也仅仅是后世的观点。从汉武帝让阿娇居住在极为富丽奢华的长门宫之中，以及最后二人重归于好的结局，可以知道汉武帝对他仍然心念旧情，对他仍然有着眷顾之心。再说汉景帝的姐姐长公主，她身为汉文帝的女儿，汉景帝的亲姐姐，她的地位和身份已经是富贵无比，但是她仍不满足于此，仍然想要为女儿阿娇谋求皇后之位。长公主为人之母，爱女之心固然无可厚非，但她使用诋毁、陷害利姬、污蔑其使用妖术这种手段，使太子被废，这也是为阿娇后来施用媚道妖术而被废黜皇后之位埋下了伏笔。最后看利姬，如果她不是自恃年轻貌美而肆无忌惮，屡次出口伤人，如果她能够含容温婉，用慈心和忍耐宽容与长公主以及汉景帝的众姬妾相处，她的儿子也不会轻易被废黜。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够融洽？夫妻之间的情感怎样才能和美呢？有句老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以仁德长存于心中，所以行事有准则，有底线。小人私欲盈心，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虽然能够一时得势，但是如果以历史的长久眼光来看，终究还是逃不过天道的审判。淡如水，以为君子有着水一般的包容与克制，故此能使良好的关系长远保持。甘若醴，意味着小人会为了博取利益而无原则的迎合奉承，不顾是非的投其所好，一旦达到目的即弃之不顾，所以关系很快终结。水有宽容有克制的一面，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力量和能力的一面。醴酪虽然味道甘美，但很快便归于消退和融化，作用转瞬即逝。以此来看，心怀坦荡、以利人为心的君子，与锱铢必较、专顾自己的小人相比，则高下立判。君子常常使他人得到好处，所以自己经常会吃亏，但是上天会赐福给他。小人每每占取别人的便宜，所以经常会得到利益，但是上天要减少他的福分。世亲言，君子利人，施小利而天赐其福，小人利己，得小利而天止其福。隋朝高士王通的文中子李悦中论及人伦关系时说道，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轻，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是以利益为基础的，那么当提供利益的能力消失之后，就会不复存在。如果是基于依附势力的原因，
那么当势力倒台之后则消失殆尽。以崇拜权力为目的，那么当权力失去的时候就会被抛弃。以得到情爱为出发点的，那么当情爱不在的时候就会受到深深的伤害。只有是两心相知，除了交心以外别无所求的，才能够成为长存久远的友情。而这一点才是能以避免落得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的结局，以及最终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难题，使人们走出互害模式，进入互惠多赢局面的唯一办法。后世的汉光武帝刘秀与皇后阴丽华，隋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伽罗，唐太宗李世民与皇后长孙氏，最终能够始终如一，患难与共，相亲相爱，白头到老，也许就是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领悟到了上面的道理，才得以收获如此美好的人生。关于长孙氏与李世民的故事，在之前的视频中有过分享，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描述栏中的视频链接观看。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了解了这些内容，可以让我们也能够在生活之中去实行，由此收获更多的益处，使人生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以上的这些就是《甄嬛传》中引用的李白这首妾薄命诗的故事由来。听完了上面的这些故事，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诗吧。汉帝宠阿娇，住之黄金屋。河拓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度身情却疏。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居。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好了，今天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祝愿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幸福美满的婚姻。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欢迎点击订阅事琴说频道，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收到接下来的视频。谢谢，我们下期见。